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艾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幽灵拼图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它的拼图块和幽灵很像。那我就要杠一下了。幽灵不是白色吗？四片拼图，八级难度，并且这四片拼图是一模一样的。这要是有八级，我直播倒地喝水。这次的底座既不圆也不方，而是一个多边形，这个设计肯定是有用意的。难道是为了让这个幽灵比较好去贴它？这样贴吗？不会就是一个角一块吧？哦，一连放两个，空间是有点不够的。剩下这一块这样放肯定是放不下去的。我们来掉一个面，再移动一下。哇，就只差了这一点点。这里如果是一个正方形，这就已经搞定了。头朝一边感觉更节省空间，这里有点浪费了，掉一个面试一下。都朝一边，再移动一下。哎，这个角上还是差了一个角啊。不管怎么移动，这个角还是进不去。横过来试一下。哎，这好像是一样的。按理说这样摆是最节省空间的，你看圆弧都利用上了，只是这下面这个角放不下去，就差一点点。哎，但是我这样摆就可以摆得下，你看。而另外一个再摆过来的话，又因为这个角放不下去，但我可以翻转一个面，这样接又是差一点点。再移动一下看看，始终就差这么一点点。难道是我误会老板了？这里如果转过去，哎，我好像知道怎么放了。我只要把这一块接到他的屁股后面，然后形成一个环。哎，怎么放下去了？真的放下去了。但是我想的不是这样接，应该是这样：他的头接到他屁股后面，他的头接到他屁股后面，然后形成一个环形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样子，看，哎，这好像跟刚才一样的。我重新摆一下，应该是这样，这样才对嘛。从美观上来讲，这个应该才是正确拼法，至少墙不正很舒服。